亚洲天后那英大驾光临，新生代唱将勇敢挑战那英情歌。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我只想要拥有最后的祝福。只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娜姐，她竟然又把答案给我唱出来了。不仅如此，他还要狂捞购物基金，12000到手了。这微风啊，20000块可以打折耶。疯狂爆料哈林情事，阿明爱你有才，爱你有才。这是什么人？你是记者吗？你啊，你怎么这么奸诈，这么二？庾澄庆，你也有今天呢。不可错过，还有情歌王子深情开唱。我想哭不敢哭，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你绝对没有看过萧敬腾版的铁狮玉玲珑。哎，咱们共同去哇塞 Beverly。 哎最精彩的节目马上开始，一起摇摆吧。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你永远跟我算，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靠过来，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你永远跟我算，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靠过来，啊恰恰恰。我是哈林庾澄庆，你是喜欢第一的那英同学，常拿第一啊，你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小学的功课好不好？不好。那肯定是长大以后了。有拿过什么第一？你说唱歌这方面是啊，拿过。拿过什么？无数过。无数过，哇！一开心，无数个，讲成无数过。无数个。这个比较突出一点的，你是第一个拿金曲奖的内地歌后，对对不对？第一个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内地歌后，哇，对不对？对，没了。你还想说，哎，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是吧？还有呢？第一个，上百万大歌星的内地歌后，内地歌后，对啊，东北歌后啊，还有别人来过吗？应该有吧，有没有啊？叮当啊，啊，叮当是内地，对，他杭州姑娘，杭州姑，我，张靓颖，周笔畅，对，对不对？那谁先来的呢？是，啊，你先了，好不好？谁先来的？你先，是我先来的吗？不是哈，你先。年龄最大的就是我，就是这种事儿，这种事儿需要抢吗？第一还第一啊，总要来个第一，对，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哈，时间回到1995年，那英在台湾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白天不懂夜的黑》，好，连拍手。这样子吗？尾音不，当然不是这样了。哦，他有自己加点小花腔。对，加的好。看起来你还挺满意的，是吧？对。呀，
大家好，我是小虾费玉清。你不是，你是小虾。哦，我是小虾。你牌子写这儿，你骗谁啊？你西装怎么那么小啊？因为就是最近小虾过度。对对，下表演歌那个小哥费玉清会唱，会唱那个 hip hop。对，费玉清会 beatbox。费玉清会唱嘻哈，哎，你有听过吗？从来没听过。来来来来来。受你身体放开自己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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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地心引力抓不住你，谢谢小哥，听到打死你，真的。那英说以后我再也不去台湾那个怪地方，哎，那个有很多怪人啊。小哥会 B-box， 小哥还会 B-box， 对，还会吗？一般的 B-box 是，小哥费玉清的 B-box 是不此刻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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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此刻班长，哎呦，把我的桃木剑拿来，我要捉妖啊，要驱魔，驱魔的时候驱魔，他贴个咒我看比较好。好歌想听听看吗？痛苦的小哥，痛苦的小哥，来走你，我们从星号开始好不好？你永远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屁股撅的，哎呦！想踢他是吧？踹死你！班长，以后管制一下我们班上的同学，不然让妖怪进来。庄作孙，庄作孙，哎哎哦，哇！最后这个得用香擦干的。东北老乡，东北老乡，你是？东北，我是东北的狐狸欧。谢谢。什么？我问你哪里人啊？你狐狸欧，狐狸欧是个地方啊。东北哪里啊？大连，大连。你呢？大连。我是沈阳。沈阳。我父亲在沈阳念书。又来了，真的。他又讲一个地方，你就说你父亲在那边。不会不会不会，就到沈阳卖牛肉面。父亲在沈阳念书，念到一半的时候呢，那日本人就打来了。哦，所以然后就眷村的。眷村。会不会讲东北话？你爸妈都是东北人吗？咋的呀咋的呀？咱东北人不会讲东北话呀。虽然在台湾不到底，不是很像。假的，招摇撞骗。好了，假的，但是骗承认吧。但是我们就要说明，我们毕竟是台湾人。好，来这一套，够哪够哪的话。你想啊，他刚刚说你爸妈都是东北人吗？没有，一半。对，相声。你用相声的感觉来唱一唱这个。哦哟，是啊，人家小孩在旁边，你不能被他压下去。试试，行不行？没有，好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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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他接相声，走。没有。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黑。有请。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各种的语气，各种的腔调，相声要出幺蛾子嘛，相声要出点意外。而且我这首歌，唯有这首歌用了星星跟太阳。不懂星星为何会坠跌，然后马上 Oh Sole Mio， 我美丽的太阳。Oh Sole Mio 是我美丽的太阳。对，有寓意的。懂不懂相声？不懂，那就别叫我再唱。我看现场也没什么人懂，不如赶快让周文谦进入抢金挑战赛。女孩变身吧！卓文萱一改以往的甜心形象，顶着酷帅造型全新出击。她的新歌更应搭配台式偶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走红全台。今天小萱萱第九度挑战，她能够再创佳绩吗？请看，对不对？不只是造型改变，哇哦，歌曲啊或者唱腔都要有一些改变。那英的情歌，我跟你讲，你唱了，那英就糟了。为什么？他等一下闯关，他就没歌唱。不会，那英姐有很多歌哎。我有很多歌，你随便。你是第一牛，对不对？那我想要挑战一下原唱在现场。那就是看。
唱潘玮柏跟杜思梅唱《I Do》。潘玮柏有没有伤心了好一阵子啊？哪有？那时候他跟我讲了，头脑不清。要呛。王若琳，因为你爱我，叮当猜不透。哇哦哇哦！哇哦叮当选择的就是叮当2008年的作品《猜不透》。猜不透，你最近是好是坏的沉默，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了锁。猜不透，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耶，都只是得过且过，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真的，是热的。如果不愿呼吸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哇，你这招厉害啊！把原唱叫上来哈，唱到谁就拉谁的手。真的，人家唱娜姐的歌也要拉她的手。不会，当然啦，能够拉娜姐的手多开心啊！真的，对不对？好，好了，11个字对不对？请说。那我宁愿，那我宁愿，那我宁愿，我很凶吗？那我宁愿，我好凶。对你，对你，从没认真过，从没认真过。11个字，请看。对。这个原唱在现场，我觉得要你又很熟，要挂很难。怎么样？叮当啷，叮当啷，叮当啷，叮当叮叮咚。看看眼神，看眼神。哇，好清楚啊！我只能说眼睫毛贴得很好，非常的诚恳，非常的清楚明白。所以，确定？你看错了吧？答案确定。来不及了，正确答案请揭晓。加油！没有悬念，接下来，娜姐的。哦，那英的情歌，哇，不管有多苦，我不是天使，相见不如怀念。这些歌你熟不熟？不，因为说真的，有些歌啊，不是主打歌，还真的不常唱。我都熟，我也都不熟，因为我是一个天生记不住歌词的人。哇，哦，专长都是他做的词啊。对。你这么有内涵有才华，是啊，对，完全猜得透，对，一看就知道，文艺少女，是啊，老少女，好，我帮你，好，你要选哪一首？我帮，不管有多苦，走，行不行？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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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有多苦，走，走，走，吃饭去。先别紧张，有我在。你别讲，他就紧张了，他本来也不紧张。加油！不管有多苦，一定要幸福。有人靠这一句话招摇撞骗，太过分了。哈利哥是很帅。站在属于我的角落，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
说这是个错误？我不怕谁说这是个错误，是我不好吗？都是你的错误啊！差戏，差戏。啊！完蛋了，哈林一个不小心可让小萱萱混乱啦。二十个字的终极考验，卓文萱能够寻回被打乱的歌词记忆吗？卓文萱第二关挑战大来宾那英的经典作品，不管有多苦。谁说这是个错误？我不怕谁说这是个错误，是我不好吗？都是你的错误啊！差戏，差戏！哎呀！只愿你只要，只要！导播，导游，导游，请你把他的麦克风，把车长的麦克风关起来。只要先等他讲完。留你已经说了，你还能说什么？你要给大家留一点点悬念嘛。我觉得他错了一点，然后我们就帮他。你不能他一错你就给他指正，但他永远不能成长的。是吧？孩子，我们就是要让他从错误中学习。你不用给我对不起，对不起，太严肃了。想到教儿子，老师才骂学生。不是我跟他讨论，你应该骂骂张秀清。再教育你女儿吗？请看二十个字的。好了，有这个原唱，而且还是原创人处理过，应该问题不大，对吧？你先给他6000嘛。先给他6000，太好了。是过年还是结婚呢？我先给6000，给了再说。做人真好。没有这种事，就等到最后看你能过几关，我一次给，还有先给6000的。真的吗？大户。对呀。于大户。怎么搞的这家伙？对，他想用小费先给。放个酒杯嘞。对。有没有问题？没有。错了就好笑，我告诉你。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你要给我3000块，行，没问题。你天后多有出息啊！是啊，是。我跟你讲，要帮忙可以，不要这么直接，不能直接就嘣噔啊！他错了。对不起，我是大陆来的。哎呦，来这一招是吧？对啊。规则啊，要不然他再唱一首我的歌，我就不管了。没了，还再唱一首下一段呢。来，还有什么想唱的？江蕙经典歌曲。台语歌熟吗？哇，还行。哇，很多。不过不熟台语的歌的人也会唱，是江蕙的作品。对，天后。哎呦，哎，没有简单吧？居然简单。一九零奶，感情放一边，异界人生。感情放一边。好。江蕙1993年的作品，感情放一边。全世界甲他感情牵一边，动情无动情，嘛是自己的前提。会藏在目眶内的悲哀，真正深，想要讲三两句，脚手软。人讲这款人一世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注意！哇！
终于。想袂好，我还以为你又会嘞。想袂好是确定的吗？后没有，那是后面的。没有。第二段。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来看一下。请给爱当作什么？我不会，我可以求救吗？求救。提示团会不会？不太会。哇，太好了。哇，三选一。好，三选一。请看。就前三个字不一样。没来，汤来，后来，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三个。没，就是不用。那。汤是不要，汤是不要，不可以，最好不要了，最好不要来问。A 比较婉转 ，B 是最强烈，对，有帮助吗？这样子的分析，我喜欢强烈的。哎呦，所以你刚刚是讲，汤来是最强烈的，汤来，选我，应该你选选看嘛，你选选看，你想选谁？感觉不错，想选 B 是吧？感觉不错，选我 ，B 选我。答案确定，但是错误答案请揭晓。哎呀，谢谢。是猜的，是猜的，因为台语比较用，要合一点字，比较台语常用字“汤”这两个字哈。好，危险的过了一关。好，接下来阿迪亚好了啦，阿迪亚，你应该都会唱。不要不要，忽高下高。不要哦，他要不要，请看，我懒得与世界争辩。哇哇哇，难了，黎明不要来，金志娟，我不要徐怀钰，年轻不要留白，陈世少，你要年轻不要留白，年轻不要留白，1987年的作品，都是美，都是美，一定要幸福。轻轻挥洒自己的色彩，年轻不要留白，好吓人，好吓人，走出苦海，放开你的胸怀，吓死人，吓死人。阳光也就不要再等待，一起美丽摇摆，谁在唱啊？到底年轻不要留白，不要乱合音了你，享受自我的喝彩，丰富生活你会吗？会。Oh my god， 可以当那个提示团吗？他是少奶奶啊，他是提示团这一团。哎，我不会。你现在还剩什么求救啊？还是很多哎。提示团跟一次，提示团还没用是不是？还没有跟一次。提示团会不会唱？会。提示团，提示团，请上。耶。妙丽。哎呦，你刚刚很熟，还是你看到名字？我看到名。哇，贴在这么明显的地方，《哈利波特》手哈，请唱。哎，年轻不要留白，但歌词也不要一片空白。魔法学院的妙力能够帮助小圈圈顺利过关吗？卓文萱第四关挑战，年轻不要留白，使用提示团求救啦！请唱。逍遥自我起来，把那烦恼抛开。逍遥自我起来，把那烦恼抛开。逍遥自我起来，逍遥自我起来，逍遥自我起来，对啊，就是三个断句。好，来，我们先看看他的答案。逍遥自我起来，把那烦恼抛开。其实你没有别的歌词，对不对？我没有。我啊，你要不问问陈氏少奶奶？我觉得蛮不错的啊。是哦，哎，你知道你是陈氏少奶奶吗？答案确定？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哇哦！有了提示团的帮忙，卓文萱惊险 pass， 而接下来的关卡，他更是渐入佳境哦。无论是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还是梁咏琪的《偏见》。
甚至是杨丞琳的新歌《我们都傻》。天哪，一连三首抒情歌竟然通通难不倒他，真是太厉害啦！只是第八关怀念金曲，因为旋律不熟，可就让他惨遭淘汰啦。我们谢谢卓文萱，欢迎下次再来。第二回合参赛者有阿Ben、卓文萱以及王若琳。终于等到他的新专辑，我们的情歌天后那英小姐。我刚刚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你的新专辑跟上一张专辑隔了九年啊！哇哇，这么久，可是大家不太有感觉，可能是你的歌一直在我们的耳边，对，一直在我们的嘴边，大家常常唱到，常常听到，对，为什么隔这么久？这个讲的你要哭的感觉，心酸的浪漫是吧？这九年当中做了很多人生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生完老大生老二，这个挺好，这很有意义。生完老二以后就没生老三是吧？没有，在就是说在酝酿每张专辑的时候，这当中波折特别多。你看，你的意思说并不是故意要隔这么久，想做可是一直有很多事情，或者是要做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问题。对。哦，所以这个专辑应该是哈林大哥那英，那又怎么样？那又怎样？哦，没有吗？纠正我干什么？那又怎样？你想怎样？你想怎样？你想哟，挺痛的。那又怎样？好，待会儿我们再慢慢的了解这个那英隔了九年的专辑。现在先要回到那英，哦，这首歌应该就是让你大红的作品，对不对？对，这一首歌 你手上也有一张哦，啊，各看各的好不好？对，那又怎样啊？那这首征服应该说是就是在整个我的歌唱事业当中都有很多转变。那英的第一个高峰就在1998年的征服啊，可以啊，到底会不会？你表情，我要开始了吗？要开始了。去哪儿？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试着唱着不错，好棒哦！我才发现他是谁，你刚刚都没认出来啊？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听了声音才知道王若琳。你是听这位，你认识这个声音，可是跟人结不起来。真的，我们全家都喜欢他，真的，两个小孩也喜欢，很喜欢。最重要的是王若琳进入Joanna 王若琳2008年出道，以独特嗓音风靡了华语乐坛。这次她为了全新自选集，首次来闯关，最动听的 Joanna 你千万不能错过。声音独特的王若琳同学，大家好。其实王若琳同学是跟着我们节目一起成长。对，我是有参加第一集，第一集就来了，对不对？然后唱第一句就被刷下来。现在已经170几集了，终于看到王若琳发行她的新专辑啦！耶！你那个时候来第一集的时候是发第一张，对，这已经是三张，第三张了。他对于国语歌是没有那么熟悉，
对，对不对？那现在有进步吗？一点点，对。哇，这么客气啊，这不太像。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我对你真的印象深刻，他第一集来给我穿拖鞋。没有，那我本来还想帮他脚底按摩。那次是因为刚好我们公司有谈一个赞助，是那个一个牌子的拖鞋。你们代言这很尴尬啊，因为你代言你就要穿，可是你穿的那个拖鞋，比如说你去那种什么海洋季啊，哦就很适合，对，是吧？对啊，不然我们如果代言内裤怎么办？你可以在这头上走进来，我们可以请杨景华来穿在裤子外面。好的，王林发行他第三张专辑，其实你的时间都隔得蛮久的，是因为自己想要控制很多东西吗？就想做的东西很多吗？是，对。爸爸现在还管得住你吗？管得住了。不应该这样问，他有管得住你过？以前有。以前有啊，现在管不住了，他很难过了，他常常打电话给我哭哦。啊，你不要讲哈林哥，你等一下讲他等一下又要哭了。他会吗？你会哭吗？会。他已经要哭了，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我开玩笑。因为他跟爸爸感情很好，他对，可是容易感动。你知道，你爸爸平常哈没有那个重要事情，他也不会打电话。对，我知道，所以我知道你是骗我的。对啊，他顶多就是啊，他生日啊聚个会。上礼拜说要请我吃饭，我就觉得很怪，你知道吗？对，会。突然请我吃饭，我就说哦，查一查，我说今天没空。他说啊，没空没关系，下礼拜。我女儿要上节目，你好好照顾。根本都没有要想请我吃饭嘛，我不去，她最好谁？请你帮忙一下。重点还是要照顾王若琳啊，真的。她说我照顾还不算，是她也要亲自给你一点家训。真的吗？家训你知道吗？家里面有一些什么原则。娜姐来了。原来你是他爸。不是啊。你知道他爸谁？你知道他爸谁？知道王老师。光头佬吗？知道。喂，在香港还有拍电影吗？我知道，我怎么你知道？这是卖家。瞎答应。王老师在哪里？王老师。王老师。啊？哎，在这儿。我希望他爸给我编过曲，他爸编过曲。在这个节目呢。让他们知道，就是你不是单单只会唱英文歌，中文歌也懂不少。OK， 我在这边给你加油。另外，哈林，她是我女儿，应该好好照她，不然你就不叫朋友。OK， 你看着办。哇塞！Oh my god！ 护女心切的老爸王志平，为了威胁哈林，将会爆出什么惊人之语？而主持人哈林又会如何回应？最爆笑的内容 ，coming soon。创作才女王若琳首次闯关，老爸王志平意外现身啦！我希望。爸给我编过曲，他爸编过曲。在这个节目呢，让他们知道，就是你不是单单只会唱英文歌，中文歌也懂不少。OK， 我在这边给你加油。另外，哈林，她是我女儿，应该好好照她，不然你就不叫朋友。OK， 你看着办。哇塞！不然我就不帮你介绍妹妹。啊，他搞不清楚状况，我还要你介绍吗？而且王老师还双关语，什么有双关语？他都不帮你介绍妹，前面少一个啊，对，需要他吗？我来介绍，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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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随便讲，他随便讲就是一个头条出来了，好吧？我没问你，你别讲话哈，拜托导播把大英的麦克风关起来。那又就是关谁的？对啊，爱钱的，爱钱的。那姐，哈林哥适合是什么样类型的女生？你哪一位啊你？对啊，跟我约个骑脚踏车给我报警，我都不愿意讲了。我怕你会摔车啊！我哎，所以呢，我还不是摔了？对。哎，哦，阿若，感动，他情绪啊，爸爸很爱他，可是这个小朋友就是个性太明显了哈，所以应该常常会跟爸爸有一些。不管是音乐啊，或生活上的冲突，对不对？会。好，不过爸爸知道你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就够了。对。今天重点就是王志平说他会很多国语歌，哦，你信不信？请看。好，李玉天、王若琳翻唱，意思就是说你曾经翻唱过的歌。对。
你要用这个当第一题吗？好，用这个当第一题。好，我们就暖身，请看。耶、yeah. ！你唱的 Lemon Tree 啊？你唱的是中文版、英文版？我两个都有唱，两个版本都有唱。邓丽君的《偿还》，哎呦，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哎，王志平那个编曲哇，很经典。对呀、啊，当年听到那个 blues rock 的感觉。对。可是你怎么会想到唱《偿还》？邓丽君是你自己挑的还是？是我自己挑的。所以你也喜欢邓丽君的作品？因为小时候是我开始认识她，是因为我奶奶很喜欢邓丽君，所以家人影响很深。奶奶喜欢邓丽君，爸爸就喜欢什么？Queen 啊，什么 Aerosmith 啊，这种东西。好了，今天的第一关你要选的是点歌吗？不要了，不要给他压力了。娜姐喜欢他的歌，对。娜姐，你要点歌吗？我。他唱什么都好。我可以随便点吗？不，那只能那三首点一首。就这个，就这首《亲密爱人》。OK 了。OK， 对。梅艳芳1991年的作品《亲密爱人》，由她的父亲王志平演唱。3 2 1来。哇，他声音好低哦。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哦，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刚刚你在唱的时候，这个人说哇这么低，就拿起麦克风试，怎么会？以后人家唱歌的时候你别试音好吧，麻烦你啊，一时兴起，怎么低啊？他这个太低了，你这比梅艳芳的还低是吗？哎，这个好像是梅艳芳的 key， 其实所以你的 key 应该没有比他高半个哦，你的 key 没有梅艳芳那么低。对，其实他，可是他这个已经不容易了，低音可是很清楚，很低，这很恐怖，恐怖的是。再讲一遍歌词可以吗？哇！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哦，请看。太恐怖了。重点了，没有问题。好，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答案确定。哇！正确答案请揭晓。哇呼！哇呼！很多人都记得这一句，真的是太厉害了。现在有没有？信心暴增，没有就对了哈。先报活动，先报活动，可以讲活动啊。对，哈林叔叔，不，你就拿着就好了，他们待会会拍到。哦，好，我10月22号晚上星期六会在西门町的大河岸，就是红楼那边，晚上8点会有一个演出，然后是有带 band。所以其实你常常做这种比较小型、跟歌迷互动比较亲密的音乐表演。接下来继续要听什么歌呢？我先选那个上海时期的怀念金曲。哦，你才是以老，他是年轻人，是，可是有老灵魂。对，上海时期。姚莉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周璇的《夜上海》，白光的《魂萦旧梦》，哇，这都是娜姐熟的歌。OK 了，是不是小英？小英不熟白光。小英不熟白光。对，《玫瑰玫瑰我爱你》。哎，白光是不是里面？声音最低的，对，是，白光熟吗？我们也不熟。但是其实我只熟《玫瑰玫瑰我爱你》，因为他有唱过这首歌。他有唱，有唱过。对，那就别客气了。好，姚莉1937年的作品。
玫瑰玫瑰我爱你。耶、yeah. 玫瑰玫瑰最着迷，玫瑰哦玫瑰最艳丽，长笑开在枝头上哦，玫瑰哦玫瑰爱你心底最艳丽，照大地，心底誓言，心底情缘，圣洁的光辉照大地，玫瑰玫瑰知心，玫瑰又、哦、玫瑰刺儿蕊，今朝风雨来摧残哦，伤了难知何娇蕊。因为我以前有唱过，我知道你到底是会还是不会，怎么听起来有一点含在嘴巴，没有昆龙的感觉。什么今日风雨什么怎么样？今哎是，我刚才是唱来日还今日哦。我怎么会不会？不会。哎呀，太老实了。我忘记我跟你讲。好，来先看上一句好不好？来日风雨来摧残，来日风雨来摧残，伤了嫩枝和娇蕊，伤了嫩枝和娇蕊，十四个字，请看。来日风雨来摧残，伤了嫩枝和娇蕊。哎呦，这边等一下还是今朝，不要急，我们现在可以来解决。有一个伯伯啊，对这种歌是啊。我又不说你，你喝什么喝啊？我没有笑，我是笑那个伯伯、啊。你没有笑，那你刚才是我是笑那个北北了。这歌呢，那个会这首歌的北北已经走了，上天堂了。对对对，你就在现场嘛。这首歌是抗战第一年的歌曲。哎呦，所以你觉得这个词你有印象吗？有有有。哦，感觉，请再琢磨一下，考虑一下。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有。有这么一些些的出入、哦、他刚刚有想要改、啊、大概两个而已。你刚刚有想改哪里？对，我想改前面两个字，改成来日改成今朝，来日改成今朝、哎、好，我们先把前面两个字改掉，改好了吗？请看。确定吗？确定。好确定确定确定，答案确定啊，正确答案请揭晓。80年代百大英文歌，Madonna 的 Like a Virgin 是第八名哦、哎、有排名的，有排名。The Police 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就是 Sting 的合唱团，第46名。第28名是 Wham 的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哎呦、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第一名是什么？第一名什么歌？有没有人知道？是加州旅馆吗？没关系，你等一下查，我们听他唱完，我们就宣布第一名。Every breath you take， 对 ，Sting， 对 ，Sting， 一直到现在还是很有魅力的歌手。啊、Police 合唱团1983年的作品《Every breath you take》。Every breath you take， and every move you make， every bond you break， every step you。
step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make, I'll be watching you. 我们只要八个字，是不是八个字？同学，同学，导播，八个字哈。好 ，every， 你刚第一个 every 是什么？这个是算是对 ，every 是一个字。OK， 好 ，every， every 什么 every, 木吗 ？every。Every step you take, every step you take, 然后呢 ？Every move 吗 ？Every move 好像刚刚有出现。要不看一下上一句？好像是前面几句。我们先看一下上一句，然后呢 ？Every step, every step you take, you take every single day, every single day. 对 ，every 八个字。我们先来看一下，请看。哇，后面还给我星号，什么意思啊 ？Every step you take, every single day。星号没有意义吧？一二三四五六，少一个字哦。Every step you take。你刚刚是前面讲 every step you take 吗？那应该就不是 every single day。那三选一哦。三选一，请看。The problem。很多哎，对呀，哎，最后一句还有好多选择哎，所以 every smile you fake 是确定的，后面 every step 应该是 B， every claim， every claim you stake 好像是 B， B 吗？对，宋贝贝有这种你也会点头啊？哎，这首歌是我们当年哎，我们年轻，我们有年轻的，你们几个你们有，还是你换了一种？不能，哎呀，你刚刚不是不能自主一直点头是吧？游戏，吓我一跳。生活不能自理啊，那个贝贝。是我啊。你的选择是 B， every smile you fake, every claim you stake。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哇！哎呦！哇，英文歌超强的 Joanna， 中文歌也毫不逊色，你绝对不敢相信她竟然会唱杨丞琳的《遇上爱》。蔡依林的《七十二变》，她也很拿手哦。只是第六关，怀念金曲《情人的眼泪》，因为旋律及歌词都不太熟悉，还是让她只能举双手投降啦。紧接着关注林小姐解答成功，我们谢谢 Joanna 的动人歌声，欢迎下次再来挑战。第三回合参赛者有马国碧、叮当以及杜诗梅。欢迎新加入的大音还在现场。哇，这个你其实中间一直有想着要发片，还是本来就想哎呦没关系了？因为有时候唱歌会唱到一个，比如说职业倦怠啦，或者瓶颈。我没有瓶颈啊。你想说什么？我没想说什么，我是看你想说什么，我再接下去说。就是发片了，我发片了。恭喜你啊！因为隔了这么久，一定有一些想法啊，在酝酿啊，在产生啊，慢慢去处理它。我没有什么想法。就。我真的没有什么想法，就一下一晃有瓶颈啊，一晃就九年过了。有瓶颈，哈林哥主持遇到瓶颈，遇到了，还好他九年发一张，要不然我瓶颈可多了，我告诉你。哎，对啊，去年他也差点让我瓶颈，又来演唱会的时候，对不对？说话很尴尬。说话不会不会，太开心太舒服，话好说点就好。好了，介绍这首歌曲。在这个应该是最近大家最熟的一首歌，2000年，最近就是离现在最近，可是大家最熟的。刚才我们俩不是说吗？这是2000年啊。嗯，对呀。我不是天使是2001年。可这首歌大家，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来了，是不是？走走走！那英这首歌你熟不熟？心酸的浪漫。对，我看大家熟的歌嘛。这首是最新的。别再说话，从哪儿？从哪里接？你随便，走走走，想哪里就去哪里接。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太傻太善良，我怎能给予他？他
不清啊。叮当，叮当，厉害！那英作词，对，这心酸的浪漫，大长脸写的。大长脸，大长脸，他哥哥是大长头吗？我的朋友，大长脸，大长，是他家是大长阶段，对不对？他哥是他说大长头，大哥啊，人在这里啊，大长头，大长脸，这词是谁写的？是你写的吗？对对对，我说这几个字写得好，心酸的浪漫，心酸的浪漫，嗯，有感觉。他是大长面线，他也是他们家的。我在肯定是没瘦下，我在做主。我觉得这个就没意思，因为叮当以前都已经把这一句唱，我觉得你们就应该每一个人的时候都不一样的那词儿。哦哦，哎，好，改一句好不好？你是想不想早点收工啊？再来，我们混一混。不是，因为因为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唱有不同的味道，不好玩。你换，你换，你要想唱哪一句，你要告诉我才能 cue 他。你就是让他，我就是要考他。哪一句？哪一句呢？哪一句？这，对。还是要上面的，要上面的。是我太傻，他。你把答案都讲出来干什么？你怎么那么傻？你。另外一句。这句。对。这第一句，第二段。第二段的啊，来，从。第一段开始，你就搞人家第一段，那你怎么出题啊？是他的，哎，你要从哪里开始？啊，不是这句吗？他给我太多，啊，不对不对，心酸浪漫呐，我接了，我接了，谁管你呀？就是我接的。等一下。姓杜的，你们是怎么样？姓杜的，我只听过饶舌歌有 battle， 哪有人在台上吵架的？唱歌没有这样 battle 的。对，我说的不是这句，不是这句，不是这句，大姐，不是这一句。想玩别人，结果自己玩的被玩挂了的，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挖了一个坑。哎呦，我们还是老样子，你脚怎么样？不要，换一句，再换一句，你就说你要唱哪一句？这一句，好，好，要考这一句是吧？对，好，来。我们从第二段头开始啊，第二段，加油！面对他，就这一句完就接，请接。是我死定了吧？我怎能欺骗他？这就应该下去了。下去？哪里？你们到底从哪里的哪里开始啊？你不管从哪里，你也没接对啊。第一段、第二段都没接对，所以我就说这是好玩的。对对对，因为之前他们几个都唱一模一样的，就应该改一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现在换你了。换我，换我。怎么了？你就顺着他，顺着帅嘛，淘汰他。哎，你看是不是？淘汰，滚下去，滚下去。小，淘汰了。不要跟他计较，这丢死人了，脑子有问题。谁有问题啊？那谁？他有问题。你一看他这样，你就知道他有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好玩嘛。我淘汰。换我，我来挑战。现在出题出在哪儿？对，好，这一句哈，可以，好玩吗？好，好 ，OK， 我准备好了 ，Come on， 走，你走啊，你走啊，没有人理你啊，唱完，没关系，不唱我也没关系，唱完再走了，你先走，我祝你幸福，拜托了，好，来，唱，你看场子给你搞得那么热，多开心啊！面对他，第二句啊，依然牵挂。清唱，我要求救。你给我走，你不要回来。走，你走，你干什么？你奇怪，好玩嘛？好玩，这个真好玩。好玩，求救，好玩。以前我们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对呀、啊，没想到卡通片里的小英长大以后变成这么难搞，好好玩，小英难搞啊，好，还好，再来，叮当说，我没玩到，真开心啊，进入了奖金场，是一切小小小小鸟。情歌小天后叮当即将在今年十二月站上小巨蛋，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这次不仅将斥资8000万华丽开唱，叮当更要挑战四大经典音乐歌舞剧。曾经勇闯30万的叮当，现在魅力登场啦！先来看看百万大歌星的实力如何。
听说是杀手级的，对不对？对。先来唱90年代可爱女生好了。耶。谁呀？苏慧。徐怀钰啊。徐怀钰。徐怀钰。徐怀钰。范晓萱。范晓萱。OK。那请看。练说时候。我是女生，徐怀钰。自由，李心洁。你的甜蜜。范晓萱，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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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都会，自由，自由 ，OK， 自由，李心洁，1998年的作品《自由》。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好好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你打开一瓶红色的酒。看着情侣游来游去，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自由。Hey, come on！ 我没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说什么？爱我，说爱我，说爱。为什么？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沉重。爱情让人变，沉重。加上前面的两个为什么，是三个字，请看。哦。很容易哈。没问题，没问题的。不啰嗦了，没问题。走，不能这样逼人家。走。谨慎一点好。对对，真的有一次我真的是觉得走，吓吓一跳，走。好，我很容易被受惊吓，可以。答案确定？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下面那一题啊，就娜姐的歌哦，胡姐，首位征服小巨蛋的内地歌手是谁呢？是谁呢？是谁呢？耶！呀，二愣子，什么？就是你本人，那英的歌。好，请看。哎，真的，我们把那英的歌都唱完了，刚刚已经出了一题了，这边又是干脆。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还有梦醒了，梦醒了，梦醒了，梦醒了。行不行？我帮他，他会帮。这回，你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回我闭嘴。不用闭嘴，可是不要把答案直接讲出来啊，留个悬念，留个悬念。那英，1998年的作品《梦醒了》。不得了啦 ！K 歌天后叮当大胆挑战亚洲天后那英，叮当最完美的诠释。广告后马上回来。那英，1998年的作品《梦醒了》。我想起你脸书脸像天堂的样子，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仍那么诚实，所有的心愿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爸妈冰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帅的我血流不止，带着伤痛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
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赖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允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了离，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导弹的，那些和音那么突出，啦啦啦啦啦啦，真的有那和音，有给他一唱像找麻烦的一样。那英帮你和音，挺好的。叮当，你加油！刚才那句唱了吗？唱了，唱了。我不能讲话，不能讲，不能讲。你在过去叫他告诉你答案是吧？对，在耳边轻轻的说，而且用快速的讲。听到，听到，听到。谢谢思雨，来九个字，请说。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谁也问，挽不回。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请看。兰儿，你觉得这个答案？兰儿。无可分割，哪里来没有训练过的警犬啊？啊啊！相信自己吗？哎，漂亮！哎呦，答案不错。哎呦，这答案不错。好歹也是，你也要走了？对，走去哪？马国碧刚说了半天，他也不走。好歹也是大陆的，你家哪里的？杭州，杭州。他是杭州姑娘。现在空一，你到那边告一段落，也没人觉得奇怪。等了三秒钟，还好歹也是大陆的。哎，你家哪里的？家哪里？这个逗号有点久，谁知道你接不下去啊？杭州姑娘，杭州姑娘，她才不是杭州的，人家是嘉兴。对，人家嘉兴的，你知道嘉兴跟杭州有多远？现在算是半个杭州人，也住在嘉兴了不得。嘉兴跟杭州有多远？一个半小时吗？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哦，那有点算是同一个地区的，一个半小时就已经新不错啊，对啊，薪水算很好。嘉兴很有钱的，没有聊完了。这个答案你感觉怎么样？确定，确定。答案确定，请揭晓。哎呦！来，接下来。我觉得叮当没问题，你随便点一个。有啊。你想叫他赶快下台的感觉呢？完全不是，你现在9000块了吗？一直很看重那几个数字，你不要管钱的部分。当然要管了。是那个歌过得越多，越有成就感，对不对？钱荣誉，荣誉，容易受伤的女人啊。你说哪一题啊？王菲翻唱国语经典，容易受伤的女人有。王菲翻唱国语经典，她那个时候唱的时候。经典。他是翻唱日文吧，我记得是中文版。你管呢，反正你就唱王菲的就行了。管呢？对，如果真的能唱，我待会会不会背后插了几刀，他射过来的？说走就走呗。老乡啊，他不选我怎么办嘛？你告诉我。叮当，相信自己。我听你。第一代飙后，请看。飙后，苏芮，你看。哇！中！哇！苏芮。我长相超猛哦，他很熟，我告诉你，我最对呀，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模仿苏炳，跟着感觉走，心痛的感觉变就跟着感觉走，对对了，对了，有对呀，好，就对了，苏芮1984年，哎，1988年，跟着感觉走，走对了，走，哎。配合你，你去哪儿啊？你又站起来啊？他都站了。好好的，好，站起来。你们慢慢站，我累了，我坐。你坐。我们是摇滚区的。耶。他会跳原住民的舞，哎，跳得蛮好的，跳得不错，拍子都没错。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我的手。
脚步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笑容，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哦哦哦，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起来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想的是哪里都会有、哦哦哦哦、好好好，又把答案给我唱出来了。没有，有他有飞要啊，没有，他唱了，他有慢慢飞要，像前面四个字，好，再见，再见，好像以为我没有发现有这回事，厉害，情不自禁的，情不自禁、哎，太爱了，太爽了，对，是，来。叮当，请坐。九个字，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你要不再讲快一点？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哦，确定什么？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的是。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请看。梦想的是。老贝贝，老贝贝要清谈了。老贝贝要清谈了。新歌可以不要理老贝贝。对。可是这些有资历的歌曲，我们可以听听看。贝贝，你有什么问题？是上厕所还是？没有，我只是想看清楚梦想的事是什么什么事。你干嘛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对呀、啊，你这种行为跟那英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两个是老乡，所以都做一样事儿、哦，一样的个性。对对对，对不对？但是相信自己。有没有问题？一万二到手了，一万二到手了，哇，非常厉害！他的数字都很适合什么结婚呐、啊？对对对，正好都双数，6000呐，要一万二，很好包。怎么样？确定？答案确定？加油！这阶段请揭晓。哎呦，哎呦！到手了，到手了！不妙，不妙啊！哇，杀手叮当果然不是浪得虚名。接下来制作单位为了挡住他，首先祭出国语歌曲。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再用台语金曲。我最亲爱的你，没动情话，我的身上，甚至是曾经出现在30万大惊喜的听不到。电话那头等你可知道，时间若是那么小，只是没想到三首超难的歌曲竟然通通都被他 KO 啦。紧接着叮当要来挑战阿妹的我要快乐。2011年同志票选最爱情歌 No.1 阿妹的《我要快乐》，你知道正确答案吗？K
K 歌天后叮当第七关挑战张惠妹的抒情歌曲《我要快乐》。想做乐观的人，还等着那那那那。哦。请再说一遍。没有答案，对不对？没有答案，没有答案，一个字都没有哈。前面是什么？那个上一句。一次提示哈，只有这样。你还有什么？你只剩下没了，剩下一次提示了。对，你运气好，剩一次提示，九个字，一次提示，也许有点帮助。好猜，请看。哎，真的是哦，全部都是了，对不对？写词的这么偷懒啊？有没有答案？歌舞线上就在12月10号。哎，对，线上多了。哇哦，没有就在吧？歌舞线上，歌舞线上12月10号嘛？12月10号，12月10号刚好来。请看叮当的答案。对，走了。答案确定。这个答案请揭晓。啊！哎呀，好可惜啊，差一点点而已。谁会唱？只记得第一段。请上。你比较困难，没有办法。来，加油！每种雨声停了都不冷。哦，每种雨声听了都不冷，不冷不冷，是不忍还是不冷？不冷不冷。焦小姐得到我们3000元的奖金，谢谢你。好了，叮当同学今天来到百万大歌星第七关失败，第六关的奖金15000元。2009年，亚洲天后那英再度出击。这次她不仅找来金曲歌后蔡健雅担任制作人，更有大咖好友张惠妹为她合音。而总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那英，今晚又会有什么惊人演出呢？就是爱唱歌的那英小姐。哇，这个你这一辈子就是爱唱歌。哎呀，我3岁就开始在人前就嘚瑟，哎呦，就喜欢表演。对，在大人面前表演。可是你真的决定要唱歌是什么时候？你之前是唱苏芮唱得很像，模仿了有大概1-2年，那段时间就是模仿他的歌，因为在大陆那个时候模仿真的是要像，有很多人都在唱苏芮的歌。可是要像，大家才会注意到你。对，一唱到现在，已经唱到天后了。发行他的新专辑，耶，是不是啊？对。那又怎样？待会儿我们慢慢一边过关，一边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你做的这张专辑，比如说你想要告诉大家一些什么事情。现在唱歌跟以前唱歌，肯定唱法、心情都有很大的不同了。曾经在外面表演，也参加过歌唱比赛的那英，是不是我们的百万大歌星？请看。就唱苏芮就对了，对不对？合音的这次哪个大牌帮你合音啊？你是说这一次吗？我不知道，你看右边第二题，这次给你合音的大牌，你的朋友啊。哦，张学友。张学友吗？还有呢？张学友笑得很尴尬。有一点，有一点。张惠妹，就我。哦，对，他好朋友都姓张。对，我朋友都姓张。是吗？幸好你没找张小燕。哎，爷，他怎么有？就是觉得害怕，你也不能表现出来啊。好，然后王菲唱过邓丽君的《甜歌》，那肯定就《甜蜜蜜》这种。王菲的我也会。姐妹淘，姐妹淘还有谁？陶晶莹，陶晶莹，桃子的，还有呢，我也会。大概看了一遍之后，随便找一个，对吗？随便找，随便谁找，你自己找。我先学王菲的。王菲唱过邓丽君。
哎呦，居然没有《甜蜜蜜》。天哪！邓丽君的甜歌是《南海姑娘》，但愿人长久。假如我是真的，我选《南海姑娘》。南海姑娘，邓丽君1977年的作品。啊，这是邓丽跳呼啦舞，这是邓丽君那版。是不是应该是吧？不是。也不要气馁，夕阳多雨都看，这金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夕阳灿烂，每次心愿往往。好像旁边已经有人唱了一半了，是吧？你知道吗？我唱了20多年歌，我最怕记歌词了。最怕的就是记歌词。自己的歌熟不熟？我自己的歌我熟，但是也是瞎哼啊。这边呢，好像跟数字有关。是的，是的，对不对？年纪轻轻是什么？16载？16半？对不对？年纪轻轻只有一个字。16半，年纪轻轻怎么样？16半呢？年纪轻轻只有一个字。我的妈，你讲出来了你啊！年纪轻轻只16半，你怎么会的？不可能吧？他怎么听出来了？对吧？年纪轻轻只16半，哎呦，字蛮多的。还有我会。哒啦哒啦哒。谁叫你用哒啦哒？我先把后头捋出来，就什么心侣作伴，对吗？心侣作伴，什么仙侣还是心侣？新旧的心，心侣侣作伴，侣是伴侣的伴侣的侣，心侣作伴，这是最后四个字是吧？对，年纪轻轻只是16半，1、2、3、4，心侣作伴，有心侣作伴，哇。不错，一个字一个字加，有心侣作伴，有没有的有，对不对？然后呢，啦啦啦啦啦，有心侣作伴，什么旧梦吗？哎，好像哎，是什么旧梦还是旧梦什么？旧梦重圆，不对，回你旧梦，旧梦都重圆了，还要有新的？对啊，旧梦。再说在前面。年纪轻轻只是16半，亲朋好友们。我看看你们的嘴，讲了旧梦在前面，你还不说？旧梦，旧梦失去。没有人告诉我，我突然间觉得叫旧梦失去，有心侣作伴。突然间，对吗？灵光乍现。但是还有一个字，稍微斟酌一下。旧梦失去。好，你看，年纪轻轻只是16不是好不好？年纪轻轻只是16半。旧梦失去，有心理作伴，3000块到手了。应该是对的，走你，走走。正确答案，请揭晓。这个起头还算不错啊。接下来呢，苏芮会不会比较好？会。苏芮啦，走。可以啊，苏芮的歌来。先来个苏芮，说走就走。就跟那唐伯伯一样的月光，是否？这都没问题，对我来说，就是我就在讲他的歌真的很大。哇，一样的月光唱起来，嗨呀，很累啊，嗨呀。我唱是否？是否？感觉是否是比较简单一点啊？是否？苏芮1983年的作品。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
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是这样吗？哦，不是哭哈，是呼啊。对了，我来了来了，你又一次，你听他唱是哭啊，快点了，像呼嘛，哎，对不对？我一直以为我，因为我唱他的歌唱太多年了，根本没看词儿。我根本不看词儿，刚才我是闭着眼睛唱，但是我每次都唱。我问你，你当时学这个歌的时候，有没有看着歌词对着唱？哈利，我爱你。刚刚还不给我好脸色。是啊。哦，我问你那个问题，你之前学的时候有没有看？还是就一直听而已？没有，我有一直在看。我们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很好。又讲自己年纪大，来，我们来看看他的答案。哦，你本来啊，你后来觉得是我不再哭。我一直都唱我不再哭。哎呀，可能你错了二三十年了。我感谢你全家大小。怎么感觉在骂人的感觉？满盆抽斩呢？感谢，我感谢你全家大小。这是有一种讲反话的感觉哈。感谢你。哎，你刚才有没有在模仿？我没有，有一点点还有痕迹，还是像，还有是还是像。哎，你觉得只像一点点吗？我觉得只像一点点，就好好听哦。制作人觉得很像，好，尽量在摆脱他的阴影。他是个阴影啊，学他唱歌才会进步，真的。他那个唱歌的这个用力的地方什么都很到位的。好了，走，过关，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你这是来玩来了吗？你这出息的，拿到什么大奖一样的感觉？这是好玩啊！好玩，好玩，继续玩，来，好玩，来了不唱，那多可惜呀！难道还有你的歌吗？那我就清唱几句了。不，不需要。好好好，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题目里面会不会是你的作品？一定是我的。我的问题他就直接回答，太有自信了。想选吗？好，请看。哇呀，开心了，开心了。出卖、偏心、放爱一条生路，我唱出卖。骚卖，出卖哈。乃莹2000年的作品出卖。那么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你长辫的卷曲头发，残酷的说明，常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出来得太容易了。
太嚣张了你啊。淘汰。都以为我竟一块安稳的事情，你哎呀你哦，哇，你的天兵那英是天后那英，一直忙着帮别人过关，但自己的歌却全忘了，请全国的观众也来救救小英吧。亚洲天后那英第三关挑战自己的火红歌曲《出卖》，但记性不太好的她竟然……你哎呀，你哦，我会，我知道。他会、啊，这是我的问题吗？哎、是你在那边嚣张的跟我安稳的水晶。哎，不会了吧？没有。怎么办？哒啦哒哒，要不要看上一句？要，请看。怎么着？来，给你看，你刚刚这一段就唱的乱乱的了。那么多年得意忘形，闭起了眼睛，还以为我竟一块安稳的水晶。你床边的陌生掩体，你床边的陌生什么？残酷的说明，残酷的说明，常年的爱比不上，应该够了，一时的高兴。我跟你讲够了吗？你看，好一口气不唱完不行，对不对？这就是我，这就是他。我在台上演唱会经常不会就忘了，就忘了就好乱唱，对不对？就给歌迷啊。啊，就来这一套。哎，刚刚他的歌词有几个字？好，不管了，13个字哈。你床边哦，陌生烟蒂。对了。哎呦，9000，理所当然的样子。9000拿到了，九千拿到了，九千拿到了，那就确定了。对，确定。确定。加油。正确答案，9000，9000，9000。上面10万15万，他不脑中风啊？15万，啪嗒一下！哇，对奖金相当看重的娜姐，接下来继续挑战 KTV 热门点播，也顺利 pass 啦。紧接着，她要来挑战奖金20000元喽！好了，四关了。哇，真的是险了！要到20000块了哈！嗯，开心开心。哎，你这微风啊，20000块可以打折耶。好好，你待会儿再告诉我们一些台湾的资讯哈。我还不知道嘞，20000块有送啊。来，接下来什么呢？我要选，好，那个阿妹，先不要选吧。还有，因为你刚刚不是想选阿妹？姐妹淘有桃子啊，还有什么？阿妹那个，我跟你讲，战无不胜，没问题。战无不胜呢？我先来桃子。桃子，你觉得姐妹淘就是桃子吗？就是桃子。啊，有了不起，好不好？可以吗？拽的累。陶晶莹离开我，赵薇、秦时珍、雨蒙蒙、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你要唱的是桃子，她也是两个孩子的妈耶。少扯关系。陶晶莹1999年的《离开我》。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遮住了。开一下，这是我的错误吗？不是，不是，他的词完打了，他字幕太完善，加钱。你以为我们这是百货公司是吧？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因为工作人员一时紧张，不小心 Q 错了歌词。在这里，我们向全国观众以及那英郑重道歉。这是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却即将让咱们的娜姐陷入无法停止的疯狂笑场啊！加油！我把你的电话想成机灵，这么伤感的歌你加油。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好好伤感啊。我把你的照片全交付挡住了，这叫哭笑不得啊，奇迹啊，抛弃你我对我加油，来姐加油，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耻，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始终难一点，车来了，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我在想，好，没关系，慢慢想。车来了，你的明天。车没了，车没了，他去哪了？再叫一台，车走了，再叫一台，车没了，都是你加油，加什么油啊？车要加油啊！刚刚车还没来，你就先加了油。对呀，这种歌你看，反而把人家搞得哭笑不得。对不起，让我走，我走。你走走走走走，你搭个车走，过关再走，破关拿了钱再走。他过关你就走啊？他唱完结束再走？没出息。庾澄庆干什么？可以求吗？可以求是吧？可以可以可以啊！等一下，你啊，你先把前面评说第一个什么车？车来了，又走了，又走了。车来了，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坐上你的明天。好，车没了还是车走了呢？对，车走了，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车走了。哎，你看看我好不好？你稍微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要打 pass 也不要这么明显。好，我知道了。你还看？我看看他们每个人的表情，懂了。疯婆子。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车走了，车走了，后面有没有办法？我还在原地打转，追自己的尾巴。我还在这里等你。我还在这，不对，我还在这里等你。字太多，好像只有六个字。三选一啊。来吧，请看三选一。你是想把我搞疯就对了，是吧？我觉得我坚定一点，嗯，应该是还站在路边。B 对不对？嗯，他选的是 B， 正确答案，请揭晓。B 两万，两万 ，B 两万块。克制，两万块到手了。你这样子，打折，我腿会软了。这样，我看一对你也腿软了，是不是？很刺激啊。对，好，五关了，可以去，马上进入音乐人，可以打折了，可以去威风了。接下来，当然是张惠妹的了。和音的大牌是哪一位？啊，你说这次你的专辑里啊？对他这张专，我的专辑，你的专辑，对。因为我在录的时候，我录专辑的时候，他在我隔壁，他就来帮你插花，好玩。是蔡健雅。哦，他想到的。当时要找合音，嗯，吴青峰合了一下，然后少了一个女生，他就说：“娜姐，我去隔壁。”嗯，然后他就去跟阿妹讲，就找了个合音，对，就把阿妹拉过来，连片再蒙的就让人家唱了。你这真是太过分，你这要分多少钱给他？哎，你怎么跟记者一样这么毒？
我这叫毒啊！真是卑鄙！你还敢叫我的英文名字 ，baby，baby？ 你觉得朋友之间如果让你们说来说去的，最后我们俩就觉得很尴尬。本来他没跟我提前，你又提醒他。你这么二的人还会尴尬？你骗谁啊？你才二。二，懂不懂什么意思？来，你跟大家讲一下二是什么意思。二啊。傻傻的，是不是？对啊。对不对？你就是二啊。你管我？你是。大陆二姐，对不对？你管我！奥密特豪的，你就来张惠妹听海。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唱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张惠妹1996年的作品《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要。想逃，淋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爱我到永远，只要用连唱带讲，急了，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到，只要你好像不对，只要你，只要你真真切切真真切切爱我到永远，爱我到永远，多一个字，不用那么久了，不要那么久了，男人说爱你爱我都是骗，爱我什么？钱，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什么两个字就好了。阿妹，爱你有才，爱你有才。你是什么人？你是记者啊？你才华，怎么这么奸诈，这么二？别诚信，你有今天呢？是不是？你看，我就说啊，我碰到这个人呢，这快疯了。只要你，我在帮你忙，你这奇怪了。我帮他，永远太久了。不用那么多，爱我怎么样？不用，只要看我。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爱我，爱我一遍。哦，你说，你看。哎，哎，我再亲一下。不是，两万块，我也要去维扣两万。你要摸彩券？你看，我是在帮你还是在害你？我爱死你了！我恨死你了！我听阿梅，我们看一看那英的答案。太好玩了！被亲了，你好像 Simon 哦，你去上班算了。什么 Simon？ 就是牛郎店都会去那种 Simon 啊 ，Paul 啊，就是。哎，他的英文是好歹我领班呢，我已经不做台了，主管。叮当，你觉得好玩吗？主管，经济啊，经济。废话。当然没有问题，我刚应该把他手抖断才对，对不对？好精彩，抖出两个来了。答案确定，正确解答请揭晓。2万块，3万啦，3万扣2万剩1万。除了微风还可以去别的地方嘞，是吧？多一万 ，KTV， 而且停车不用钱。KTV， 好看，你可以去几家百货公司。现在剩下新生代的内地女生，年轻一辈的，哄孩子睡觉。对啊，你都唱什么歌哄小孩睡觉？我女儿好像是一样的月光，没有。你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听着睡觉还打灯光，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好了，其实这两个我都可以选。哪两个？二三是不是？还是一二？大腕歌手。这个是 Tanya 了，我觉得你想选吗？好吧，蔡健雅。对，好吗？大腕歌手制作是蔡健雅。
三首歌曲，蔡健雅的《无底洞》，黄韵玲《三个人的晚餐》，还有王菲的《玄牧》。玄牧，玄牧，玄牧比较容易。玄牧好，玄牧吗？你自己把旋律搞定，后面才能帮你。好，《无底洞》试一下。蔡健雅2003年的作品《无底洞》。嘿嘿，一点又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换不满又逃不空？很快就风轻涌。人类的心事个无底洞，尝试亲吻，尝试拥抱或沟通，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大多数人都相同。噔噔噔噔，面孔怎么样？是不是最后是面孔？面孔，哇，好险啊！完全，真是没有完全。只有到那个樱桃小丸子那一段你比较熟，哔哩吧啦哔哩吧啦，我是副歌大王，我就会副歌。哎，你别躲在我后头，跟我站同一排吧。这边你有任何的歌词吗？一片空白。哎，我们现在只剩下一字提示看看了，好不好？好啊，反正没有办法，一字提示请出来吧。面孔很难啊，我跟你讲，这个很难猜了，可以把那个专辑加进去吗？那英最新专辑，那又整孔？喂，哎，整孔喂，那又整孔比较好一点，那又整孔，那又怎样？怎么样？那英最新专辑，那又怎样？刚好走，那个孔子就。没关系，没关系，忘了。今天冲着你这个胸牌子，随便你想怎么样，我都答应。算了，哎，我知道了啊，那又怎样？是那英新面孔。哎呦，既然有个孔，我们要配合他一下，对不对？那又怎样？是那英新面孔。你看，哎，挺你会作词哎。大不了我就走嘛，等一下。什么叫大不了？你非走不可啊！大不了你已经拿到3万块了，对不对？哎，对不起，因为你失败，所以减半都没了，没有减半，所以15000你不能去威风了。可以啊，自己贴5000啊，贴5000。对对对，我跟同学们分。哎呦，这么好，咱们先把答案确定。加油。正确答案请揭晓。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对呀。怎么样？要送钱了，对不对？我走了。哎，别急，别急。后面那个男生上来，就你了，就你了。请唱。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孔。哦，同学。得到我们3000元的奖学金，谢谢你，掌声给我，谢谢。那英来到这里，第7关失败，哎呀，还是我们的音乐人，第6关奖金折半15000元，送你到威风。